我是建议现在就可以出发了，到后面决赛圈留的都是碳猛男。对，下去。干嘛？我去打隔壁仓去。哟。隔壁仓应该没停吧？他应该捡空投去了。进去了，他们在里面。隔壁仓有车，这边没有车。给他们拿喷子，喷子好玩的。最近玩喷子感觉贼好玩。都不想扔，有人枪都不想我拿扔。喷子，反正喷不中人，别人喷子一枪给我干死了。最近我一直在玩这个枪，老好玩了。有车，嗯。机会，机会，我操！在扫你呢，这不是又来大仓？哦，不是大仓那一堆。发大钱，看他们顶不顶我。他留了个狙在这看我。好慢啊，这个！哎呦！哎呦！这个喷子，我操！伤害这么高了吧？怎么一哎？又来了辆车，哇，顶不住了，太近了，他们好硬啊，这个人，发多少豆啊？你不用发，你领豆，你领20豆。你领我的20豆，OK，溜了啊，OK，溜了溜了，猛车，嗯，拜拜拜拜，拜拜拜拜，OK OK，溜了溜了，兄弟们，晚上待会儿去了，我们明天再见吧。今天超额完成目标啊，上了100多分，美滋滋。好了，兄弟们啊，欢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的，又到了咱们的下播时间啊！没点关注小伙伴，记得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啊！大家背包里有免费小礼物和荧光棒的，记得送一下。今天星期天了，不送的话，明天就过期了啊！然后没有扣过弹幕的兄弟，请在公屏上扣一波，啪啪啪，好吗？动动你们的小手啊！在公屏上扣一波888。OK， 兄弟们，大家拜拜啊！我们明天再见啊！晚安，妈了个巴的，拜拜。